柜上，螃蟹和皮皮虾可以一起吃吗？问我这个干嘛？我又不是美食专家。顾医生，我腿被压麻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截肢啊？站起来试试，要是没有恢复，可能真的需要截肢。顾医生，你们过年放不放春节假期啊？要给我红包的话，麻烦上门送货。在星空上素桥朵烟花，披着风雨身白大褂，夸张地说起这玩笑话，刚好调侃的抚慰色上加，撑把伞让少女心发枝芽，被怀念的故事都会开花，夜色洒落朦胧的缠枝发，想要陪你的制服还可以吗？忽略滚烫的脸颊，想要偶尔耍小心机呀，某个瞬间从心愿意吗，部落的小声响都变成有种情话，想要过滤所有微辣，听你在唇角呢喃绝杀，满调色里的都是摩托车，偷偷藏个问候尝一下。哎呀，乐不动声色，把木子都擦上星光灯盏歌，只是露出你臂弯眼底有红果，而是有盘间热气流着。你可收着你的小心，没看见人在桌上一束又一束的玫瑰吗？他妥妥的植物呀。我的眼光从来不会错好吗？有钱的女人在你眼里就只有钱。一柳之春，一蝉之夏，一叶之秋，一雪之冬，希望能够陪你走过四季。收到一条评论，来自海岩。嘿，老顾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修班修得怎么样？你跑去请人家吃饭了？不是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？现在可是上班时间。你就满足我青春少男的好奇心嘛，我看人家对你挺上心的，你们之间就没点什么这个那个的？什么这个跟那个，我跟他就医患关系。追到顾言了吗？没有，他工作忙，平时我们交集也不大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倒是有一个好消息。啊？什么什么？说来听听。前天晚上我闲着刷微博，好奇点进了一个每次都给我文章留言的粉丝主页，我发现他和我同城，恰好还是个医生。不会吧？你是说你的死忠粉是顾医生？李欣，要不要和我一起过年？什么？我说，和我一起回家过年吧。